今天我们来玩一张巴姆特上面的地图。这张地图它的作者的名字叫做 Kevin Woods， 好像是巴姆特上面一个很喜欢出恐怖游戏系列的一个作者哦。这张地图呢，它的名字叫做《精神》，由我们这两个小神经病一起玩。希望他不是精神病院啊，如果是的话，搞不好我们两个进去之后就再也出不来。对，回家喽，回家喽。在游戏开始之前呢、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游戏的基本设定好了。这边有音效设定，主音量调成100%，音乐0%，天气50%，其他100%，调整好了吧？嗯、天气50%。有主音量30%，可以摆啊，30%。基本设定，这些设定我们都已经调整好了。有两个按钮、欸、我们要看看吧。没有用的按钮，他只是想要让它对称，是不是？哦、对，合理合理。开始按钮吧，如果按下去的话没有反应的话怎么办？也是合理吗？那就不要玩就好了，耶、yeah! ！怎么样？对，特换胆小鬼探险队出发。哎呦！太大了！我想说怎么没有用？对呀、啊，地图图去找。哇，他连那个游戏名字都是 jump scare 是不是？哦、我的名字叫做亚里沃克，是一位超级肥宅。羽毛是你哎、欸哦！我是一个21岁的男性，我常常在家里听到一些怪声音啦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还是怎么样啊？每当我听到这些声音时，让我感到非常恐惧。我可以在这些声音中听到许多人在求救以及尖叫声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！不瞒大家讲啊，这是羽毛平常讲话的声音哦但我希望一切可以结束，我就像平常一样过着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。烦死了！那、你跑去哪了？我怎么我在你身上哎、欸？你回到二次元哦！我觉得我跟你洗个脸啊！哎、欸，自动附身功能哦，好爽哦！哈，好爽哦！耶、啊！ Yeah! 我没有办法跳哎、欸，是哦，哎、欸，因为你是肥宅、欸，你跳不起来。我是原来是肥宅的部分哦。啊，你有看到这里有那个吗？哎、欸，穿越时空的抽屉哎、欸，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救我！柜子里有东西吗？不行，箱子里面不能够打开。老实说，它的材质包做的还蛮好看的哎、欸。哦哦，这个柜子哦不对，这是你的，你的配音。柜子是空的，没有东西。好开心！啊，鸡巴被 kick 对啊，这可以打开，要找钥匙之类的吗？要去洗脸。哦，对哈、哦。哦呦，我的音效。这个门。哦，的音效。啊。哦。哦，那喉咙鱼。喉咙啊！喂、欸，怎么是喉咙呢？哦，这是电灯开关吗？哎呦。怎么那个关掉？这为什么这是电视的声音吧？对对对的声音，对对对对，电子的声音可以关呢、欸。虽然是蛮合理的，但还是蛮惊讶的。太奇怪了。OK， 这个是鞋柜。行行行行行，我听到黏黏的声音，这是啪叽啪叽。这是那个磨石子地板。呵哦，呵，完全中毒。为什么它都会缺一脚啊？你有注意到吗？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什么意思啊？而且他自从新增这个材质，我一直觉得这个很像巧克力，不觉得吗？对啊，巧克力版。对对，嘘、哦，闭嘴，喉咙鱼，就是，就是很奇怪的这种感觉。为什么会有个绿宝石在？对啊，为什么会放在这边？柜子的中间啊，会有东西吗？看我用光速搜查法，这种最容易漏掉东西啊！报告，没看到任何东西啊！后面嘞，有吗？后面好像也没有，就是一个破旧的仓库的样子。好，有衣服哎、欸，我去穿个衣服好了。嘿咻，哎呦，穿衣服哦，哎呦哦、哎、，Kevin，Kevin、哎、Kevin 在干嘛？不要看我。OK， 包包不带了。行行行，走走走，肥宅摔到了，吼大一声啊！对啊，这应该不会藏东西吧？我们家有三条喉咙鱼，4只热带鱼。嗯， okay, 这是什么地方？红龙不是哎、欸，红龙不是只能养、啊，是不是只能养一只啊？我不知道，他们会咬彼此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会吧？嗯，哦，我们要洗脸，塞瓶塞瓶塞瓶，哎呦，洗脸洗脸，你刚刚听到脚步声吗？我应该去吃点东西了，刚是不是有跑步声啊？这是现实中的声音吗？二次元老婆啊！啊，二次元老婆跑出来了，我对我跑路的老婆。
好，肥宅需要洗澡吗？还是洗脸就好了？应该是不用洗澡啦，肥宅都很香啊，干嘛洗澡？肥宅都很香。啊，肥宅需要便便吧？肥宅不用便便啊，肥宅不便便的。肥宅也不用便便啊？对啊。哇，啊，肥宅很厉害哎、欸。肥宅很干净的，好不好？好厉害哦。OK， 行。刚听到奔跑声，对不对？哦，其实应该是一个很有钱的、很有钱的小肥宅。我家二楼是怎样啊？好暗哦，对吧？这是地下室吗？这是什么房间的格局啊？怎么会有逃到这个？对啊，通常应该是一扇门，然后再往下走的那种感觉。啊、很酷这里是哎呦客厅，等一下，好暗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干嘛？怎么了？哎呦！你干嘛？闭嘴！我一直听到奇怪的声音啦，我想我可能是累了啊，先上床休息吧。哇，你的二次元老婆是哪一只啊？好多只哦，柜子是扣的没有东西，柜子是扣的没有东西，柜子是扣的。他在看什么电视啊？我觉得无聊哎、欸。你肥仔不看电视的啦？开个灯，开个灯。啊、哦，亮多了，肥仔只看动画对不对？哦。行行行啊，去地下室逛逛，是不用啦。肥宅下楼梯好大声、哦，肥宅秘密空间，秘密实验室哦哦，那里通风管、风扇啊，对，通风管的风扇，风你个头啊，那么大个风扇，大的风扇，那可哎，这是什么、啊？我知道，穿越时空，穿越到二次元机器，哇哇，想去，然后它需要散热，有没有？哇、哦、啊！哦哦，电线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他想去二次元找老婆，他打造出了这台机器，然后哪知道歪打正着，开启了通往恐怖世界的大门之类的，有没有可能？太可怕了吧 ！OK， 上不去，哦、上不去，行行行。哦哦哦，肥宅下楼，二楼还没扩建，对，二楼还没扩建，还是黑的。好，我们先回去睡觉好了。哦、看起来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睡觉之前要关个灯吗？是不用啦，留一盏灯比较有阳气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睡觉睡觉，怕什么怕？就睡觉。干嘛干嘛？声音打呼声啊！哎呦，哦、真的是打呼声，点、哎、大声！哇，是 G D 要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要过来啦 ！G D， 巴布拉巴巴。是一个很大的房间，我觉得差不多要来了哎、欸。哎呦！干嘛干嘛干嘛 ？OK， 不在我们后面出现了一扇门，不像是这个世界材质的东西。对啊，好精细啊、哦、！OK， 不要关起来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好可怕、啊！这招可以，救救我！救救我啊！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救我！嗨，嘿嘿，嗨，嘿嘿，你好啊！嘿嘿，你好，是什么意思？嘿嘿，不要动！拿走他的衣服，这是黑色混凝土哎、欸。好，嘿嘿。可以穿个衣服吗？可以，行，好，先这样好了。这个还给你。哎、欸欸欸，好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和善。哎、欸，你出现了、欸？怎么？我是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拒绝。他更改了我的模式、欸，哎，对啊，我变成啊、哦，我可以放进去了啊。来哦，来哦，对，对、哎，我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拒绝，我拒绝。OK， 他消失了，他消失了。谁、uh-huh. ？谁是要开的吗？我拒绝， hey! 我拒绝，不要再开这箱子了。啊！靠！怎么又是这个梦啊？烦死了！我已经不知道做这梦做了多少次了呢。我有我的小小的心脏。每当我做这梦醒来，都会想到一些很陌生的画面。那陌生的画面，感觉是前世的记忆。被动画看太多、啊，这感觉的也蛮猛的、啊。OK， 所以那台机器应该是时空跳跃机哦，跳到我前哎、欸，时空跳跃跳到前世也未免太远了一点。好，
他没有告诉我要干嘛，可是正前方的灯在一闪一闪的哎、欸，一闪一闪，不要闪啦，好可怕、啊！是不是要往楼下走了？好，我们，哎呦，臭傻啦！干嘛啦？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我都不记得了。鬼打墙哦！我来到这里要做什么啊？告诉你，动画不要看太多哦。干嘛？哎、我为什么、哎哎、干嘛？哦，干嘛啦？不要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啦？哈？哎呦哎呦！干嘛？门自己打开了。目标往后跑。后是指这里是后还是这里是后？什么啦？干嘛干嘛 ？Fuck！ 好 fuck！ 什么啦？什么啦？红龙，红龙是阿龙回来了！不要不要！跑去哪？哎、欸，多了一扇门哎、欸！右边右边。真的吗 ？No！、欸、什么啦？不能够跳！我跳下去了。好好好。啊啊！实验体已死亡，亮灯代表已死亡。啊，报告，实验体亚里沃克遭到身体本人的记忆侵蚀，导致幻觉不断出现，自杀身亡了。下一个，换下一个实验体，将他的记忆清除，再做下一个实验。既然上一个实验失败，就换下一个。我们可以做出拯救世界的异能兵。异能兵。博士，你确定用之前死去的精灵战士来做实验吗？原来肥宅是精灵啊！什么？因为他本身就是超越人的能力啊，因为他本身就有超越人的能力，做起实验来比较不费时。哦、啊，我们是肥宅精灵，我们是肥宅战士，肥宅战士。我觉得这设定有点恶哎、欸，有点肥宅、欸。合理合理，这个作者好像都是做这种小短片，小短片，然后做好多好多好多剧情。我觉得其实气氛营造的其实很蛮不错的，尤其是这个音效。但是比较可惜的是，就是太短了一点点。嗯，地图作者这个是作者的新皮肤，萌化安德跟安德差太多了吧？不是啊，这不是安德了。感谢你的游玩。All right， 今天的吓死我了。好，没事没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没有，没有，没事。OK， 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点一下喜欢，并且分享出去给更多朋友。想继续收看的，可以点一下帅气的订阅，爬出直播边点铃铛按钮。我是羽毛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。嗯，拜拜。